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不用了，你去那么远，我们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你也别折腾了，要不这样吧，张扬，你送送他们吧。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？啊？你觉得我长得漂亮吗？嗯。张扬为什么不喜欢我？这姑娘真是香港人。当然。香港人。 我告诉你啊，不要自作聪明。现在记者都机灵，小心被他们抓到把柄。我刚看完一本书，这书上说呀，爱情就是要在所有的不可能中找寻那么一丁点的可能，然后趁虚而入。